你哋咪就係我哋頭先見嗰對非仔非女。哦，原來佢哋全班夾硬呃我哋嘅。 报告领袖，呢两条友真系不出你所料，佢真系半夜喺间大屋市走出嚟，我哋依你嘅计划，呃咗佢上车，带咗佢翻嚟啦。得啦，估唔到咧，吓，你咪死咗嘅？我死，<笑>我睇你两个死咗，我都未死。 喂，陈太啊，你咁样做系咩意思啊？咩意思？好简单啫，陈大连系我使人杀嘅，我揾你做替死鬼，系咁多事。咩话？陈经理系你杀噶？冇错，到而家我唔怕老实对你哋讲，陈大连根本唔系我嘅丈夫。 而且系我嘅手下添，本来佢唔使死嘅，可惜佢见利忘义，想话吞我哋一笔钱而远走高飞，临行仲写咗封告密信交俾你，准备喺飞机起飞之前打电话俾你，叫你交俾警方。哦，原来嗰封就系告密信啊！ 冇错啦，但系可惜佢逃唔过嘅手指乸，我略施小计啫，我唔单止攞翻佢封信，仲攞埋佢条命。喂，你哋斗法就你哋嘅事啫，咁点解要救我哋两个啫？头先我咪话过啦，我要揾个替死鬼啊嘛，所以。 我预先喺夜总会同你做成好似一对情侣咁样，跟住将个死尸搬去你嗰度。如果警方查呢件事，呢件就系一件逃色嘅情杀案，你就系凶手，而我嘅罪呢，就可以洗得一干二净。哦，原来系咁嘅。同时我又估到你哋梗会再嚟揾我嘅。 所以我自己浸喺浴缸度炸死，你哋见连最后一个证人都死埋，梗唔敢同警方联络啦，就唯有四围咁避，亡命天涯。到警方认定你系凶手嘅时候，我就实行第二步计划，我用电话同个职业凶手联络，叫佢杀你灭口。点知到头来佢反埋俾警方捉咗佢，好彩佢唔知我嘅真相。 所以警方亦唔知我系咩人，无形中仲同我捉咗你哋添。其实讲起上嚟，如果你两个聪明啲嘅，就知道我系诈死嘅啦。如果我系真死嘅，点解报纸唔登我嘅消息呢？系噃，点解我哋硬系咁蠢，谂唔到嘅呢？系咯，哼，你咪懒得意，你捉咗我哋两个有咩用啊？ 如果你当我哋两个系凶手，交俾警方嘅，我又一样将你全部嘅秘密公晒出嚟啫。啊，系咩？诶，梗系啦。不过你估下我会唔会咁笨呢？<笑>我老实话俾你听，如果你哋再出呢间屋嘅时候，唔使你哋自己行，有人抬你哋出去噶啦，你系杀人凶手。 如果警方发现你嘅死尸，只系话你畏罪自杀，<笑>你呢就比较麻烦啲啦。你只系能够当系神秘失踪，所以我杀死咗你之后，仲要想办法话你条尸出去掉落大海。吓，咁我咪要做水鬼？黑鬼们，有。 准备好个黑箱同只艇未？搞掂晒。
为咗我哋当生意，对唔住两位都要做一趟啦。天啦，你嘅计划都算周密啦，不过可惜你估计得我哋警方太低啦。其实我哋早就知道许家辉系冤枉噶啦，我哋每一秒钟都有人监视住佢，但系点解我哋唔捉佢咧？我哋就想利用佢带我哋揾出真正嘅凶手。可惜我哋点都估唔到，原来真正嘅凶手就系你，而且你哋嘅组织咁庞大。马天啦，头先你话佢两个傻，我话你啊够傻啦。为什么你这样都估不到我们专门放他两个出来就是跟踪来拉你呢？不要说那么多了，人来带他回去。好好，真是对不起两位了，我们为了要捉个真正凶手，没法子不累两位心惊胆跳几人。唉，探长，如果还有第二次是这样情况发生的，麻烦你早点通知我们啊，我哋至多落力啲，如果系咁样吓法啊，好容易心脏病死嘅啫。许先生，你放心啦，仲边算会有？好啦好啦，唔好讲咁多啦，好夜噶啦，我送你两位翻去好嘛？好啊，你嚟。好啊。做咩啊？呢趟我哋想穷都难啦。点解啫？原来警察局出翻唔捉个凶手咧，就系顾小姐嘅男朋友嚟噶。真系嘅？系啊系啊，你快啲着衫去警察局领花红。你看住佢啊！我去。